航天员活动空间，配备了三个独立的卧室和一个卫生间，保证航天员日常的生活起居。航天食品方面，配置了120余种营养均衡、品种丰富、口感良好、保质期长的航天食品。就餐区域啊，配置了食品加热、冷藏及饮水设备，还有折叠桌，方便航天员就餐。锻炼区配备有太空跑台、太空自行车等锻炼设备，用于航天员的日常锻炼。通过天地通信链路和视频通话设备，可实现空间站与地面的双向视频通话和收发电子邮件。载人环境控制方面，相比前期载人飞行任务，空间站核心舱配置了再生式的生命保障系统，